我是妹妹，要不你进地狱吧？啥？为什么是我？应该你进地狱才对。俗话说，姐姐要照顾好妈妈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对。那这一年是不是大多都是穿着黑衣服的魔鬼？是。那魔鬼一般都很可怕呢，姐姐你要照顾好妮妮，所以魔鬼叫你去面对呢，而我就去面对天使。对。呸，不对不对，什么跟什么，我可以早把你踹进去当魔鬼好了。停停停，别吵了，这是一个自由选择的机会，将来到了天堂和地狱门前，那每个人都是平等的。这样吧，你们来一段比赛，决定谁去天堂谁去地狱，怎么样？嘿，你说这人是不是有啥毛病，我们在这玩游戏呢，他也只玩一狗奶奶。我看也是，指不定有啥大病，要不配合他一下，看看他能干出啥事儿。也行。行吧，那你说该怎么比赛？地狱门和天堂门，你们随便跳，是谁跑的就是谁的。妮妮，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。我也觉得他说的有道理，那我们跑。嘿，巴拉姐姐，你等等我，你跑那么快干嘛？我有个好主意。什么好主意？先不跟你说，快跟我走。我们来到地狱门口干嘛？别管那么多，配合我演。嘿，你怎么还打我呢？好的，你过分呢！啊，天使，救命！妮妮打人了！你明明是姐姐，你先打的我！怎么回事？现在大姐姐来了，你们还有没有玩法？我跟你们说，只要你们保持一个乐观的心，就算是进地狱。你给我进去吧，你！啊，快放我出去！干嘛呀？嘿，地狱你替我们去吧，记得保持乐观的心哦。走，妮妮，我们一起上天堂。嗯，好嘞。不要。